如果紧张程度有十分的话，我打九分，很紧张。把你请假。几根弄。站在舞台那一瞬间，我感觉被震撼到，就说上面有我们的小熊的图案啊，然后有属于我们风格的背景，然后有属于各种我们相关的图样的东西，脚踏车啊，还有一些看板。我们的看板居然是有中文，这是让我觉得很奇特的地方，居然可以在韩国的打歌舞台上看到“幻蓝小熊”这四个中文字。혹시이거전부세정되어있을까요목걸이같은거저희무대에서꼭꼭꼭입당하는팬분들이여기에있겠죠많이오셨으면좋겠다그럼저희드라이빙하면서갈게요네드라이빙돌아갈게요하이파이브我也没有想到我们可以在出道的时候就有这么华丽然后很真实的背景就是那个布景也太精致然后太用心了吧很好的舞台我一定要好好赶快好好的去表现自己자인사드리겠습니다둘셋안녕하세요저희는젤보입니다잘부탁드립니다진짜솔직하게말하면발이조금무거운느낌이었어요좀긴장도많이했고진짜신발도좀무거웠고 몸이좀덜풀린느낌所以因为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舞台所以我今天真的超级紧张的就是很怕等一下在舞台上面就是会失误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表现好 stand by 음악 start没有去想太多东西，就是想要把这一次的舞台机会把它展现最完美，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出道的打歌舞台，所以想要尽善尽美的把这个舞台去诠释好，然后也跟成员们在舞台上能够发挥我们最好的团体团魂。수고했어요